刚刚就看到了这个超大的海报，火箭少女。对对对，为什么会追火箭少女的三妮啊？因为我就一开始很喜欢这个艺人嘛，然后就觉得她的才艺和她的性格非常好，然后呢，就去到了她的经纪公司。这么好啊？对，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。你帮她拍的？对对对。好好，我拍的可以。To 拼拼哥，他写的签名吗？还是？啊，对对对。我第一次见的时候脸巨红。巨红。对，就是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我们会去帮客户做粉丝经济的营销嘛，所以会去研究粉丝的一些在网上的行为，借助到粉丝的力量去帮助品牌做更好的传播啊。